清楚，我哪会当相信你嘞？阿强，阿公问你，你咧女婿是毋是这两个甲你拖走的？不是。亲家，这囡仔会甲人骗的，起码你应该相信我是清白的嘛？相信你拜拜的相信。兄弟，阿强去倒找着啊？阿强是拄好阿母甲抱来，阿母即摆搁在内底咧啊。阿母讲哦，强是家己走路转来的呢。啊？不！都来过户啊！没有我来。Yes sir。皇帝，多谢你啊。哎呦，那你阿强会当来平安无代志，回来都足万幸的，说什么多谢啦。阿母啊，你人倒不爽啊？我准来打电话叫伊来啦。阿母啊，我问你，我要过外口那两双的用了未？姐啊，你是要告因什么啦？恐吓吗？姐啊，要告人恐吓吼，一定要具体的事实啦。譬如讲，因对方所做的代志，也是所讲的话吼，已经造成威胁，你的性命感觉有危险，安尼毋才使告。我感觉足危险的啊，我感觉足惊啊，所以我才叫大口袋来做保镖，我赶紧把阿强藏起来啊。姐啊，我看你是你家己吼，太过敏感，太过紧张啊，你安尼无代志就要叫人恐吓，无法度告啦。你臭婆啊，出来啦，出来好好讲啦！干你有啥物好讲的？大哥来，三秒钟之内让他们消失。Yes sir。哎，我啊，你两个啊，是要主动消失啊，是要用这个跟你搞不着哈？臭婆啊，莫安尼啦，啊见面三分钟嘛，大家去内面坐咧好好讲一下嘛。大哥来，算啊三秒给喊落来。好，一、两、三。别客气，咱来照顾人。去，揭晓，倒来，过往卖完我来啊。Yes sir。对。哎呀，怀英啊，你拄只要甲萱萱撮找，你毋着讲一下，害阮一世界找无，紧张甲呢。啊，我拄只要找一个想好来甲萱萱牵咧边仔，你敢无？我都无注意到啊！我看哦，你规个心肝根本就无萱萱呐。咱若无我咧锻炼时，你可以给伊送去托儿所。啊，是爸讲。嗯。无啦，后盖我会注意啊啦。拄则为了萱萱的代志，我又把他念教咧。讲实，我无咧顾囡仔吼，迄是犯了儿童福利法咧。对啦，阿梅啊。啊，这当然洗衫机胖胖的就好啊，那就该用手洗啦。这卖热天时啊啦，大人拢会臭汗酸，我那男生会洗哦，会有味啦。没有，阿是讲，对啦，阿爸咧困到，敢起来啊？我也无看伊出来。对啦，你去坐一个领导要回去啊？这臭鬼啊吼，足歹扭捏的。是安怎讲啊？对了，恁爸有伫咧无啦？我要找阮爸，咧困倒啦。恁请坐一下吼，我来甲叫啦。袂咧啦，恁遐坐咧困水咧。哦，来，遮坐啦。歹势，甲你叫了。来坐。李长，啊，阮拜托吴局长替阮处理这件代志。你看，伊敢要徛阮这边？啊，这臭婆仔哦，虽然做歹扭捏的哦，来找吴村的哦，不一定会好啊，不一定啊。哦，谢谢呢，歹势，搁予恁安尼麻烦。我紧，我甲阮爸叫啦，阮爸讲哦，伊三晚就出来啦。好。对啦，
啊，恁今日来找阮爸，是毋是讲吼，要为了阿强的代志，啊拜托阮爸吼出去替小邓讲话。哟，啊，这代志恁也知啦。啊，拄则我咧叫阮爸的时阵，阮爸来讲啦，一定咧为了这件代志才来阮家的啦。啊，若无这个你吼，三百年毋来阮家行脚到了咧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好啊，恁爸吼，敢若未卜先知咧哟。唔是啦，迄是错误这个，为了阿强这件代志吼，无甲咱这帮里乡的秘书干那咧大地动的啦。啊，这么大家人拢嘛知影。是因为这个大地动尔。出来。嘿嘿，一坐啦，一坐啦。撮皮啊，这个人吼，都急到这就紧张的啦。因阿强这代志啊，拢伊家己悟出来啦。凡是即摆哦，大陆啦、新加坡所有的卫星电视台新闻拢在上啊。吴春嘞，歹势哦，定来甲你交流。啊，唔免讲安尼啦，等你来找我哦，若有代志才会来啦，已经惯习惯习啊。爸，啊你讲这件代志，大陆甲新加坡拢知影，啊，搁要上卫星，哦，我这比吴以华还卡轰动呢。哦，当然咯、哦，你若亲像这款的代志吼，像吴以华来讲就好啦。伊个是巴西拼来个台湾，得要抱孙啊，等于对啊。啊，这是引起国际性的争论的问题呢。哦，爸，那照你安尼讲，啊，这若处理了无好势，予政府介入，会可能引起着台巴战争哦。有骨的。哦，啊，那因阿强这吼，小邓算讲伫大陆，啊，搁在伊即摆目前住伫个新加坡。哦，这若政府介入，这复杂了，这叫做啥？哦，这变作讲哦，台海两岸加新加坡的三地战争。那要泡电就紧泡啊！啊，滚水嘞！啊，喂啦，啊，滚水赢好未？好啦。大婶，水来啦。哦。喂啊，敢那新鲜的声哦。哦。哎、欸，恁人常常要孝顺恁爸泡茶予你食，即摆恁空姐来甲小邓伫只换你泡一届啊哈。我知影。有影有出来啊？既然阮今日来的目的你拢知影，邓先生，我看你可以甲有出来讲就好啦吼。刘志昌，嗯，其实我心内哦无偌大的要求啦，只不过是希望你甲亲家讲啦，会当哦阿强华带转去哦，认祖归宗啦。含是恁祖公，安那有做无偌大个要求啊？要共带囡仔转去认祖归宗呢？哎，莫讲娶妻也唔肯啦。就准讲吼，若有人要来教我修正阮孙哦，我一定修身先就惊法呢。啊，就算讲阮爸吼要甲娶妻仔讲吼，伊嘛袂听啦。啊，因两个常咧冤啊，阮某捌讲过呢。因细汉个时阵哦，捌为一支起托啊吼，两个吼烧成甲流鼻血呢。林先生，我无甲你讲过啊。吴春奈甲曹飞是死对头呢，你叫吴春奈去找，变哪有可能啊？你讲，搁再无可能，麻烦麻烦，我去上走一撮。甲你讲哦，无可能就无可能啦。啊，你若唔信哦，我甲你相许啦。阮爸若为了你的代志吼，过曹飞一下因家吼，我甘愿等我在门口停才跪一礼拜啦。哎，孔金顺的啊，我看你今仔日为着这小邓甲因阿强的代志哦，来阮家要叫我去甲伊讲哦。你这撮老白惊。李尚，拜托，李尚，讲真，有春的啊，莫安尼啦，啊，你就知影恁庄仔来吼，大家嘛知影讲粗鄙一只铁骨啊，这若无你这个弟哦，绝对治袂行，你听。歹势，我无法度啊，我顶天哦，为着一支手机啊去碰见伫因家哦，伊利用迄支手机啊，甲我变偌久，你知无？我本来本来资源内底吼，这当中加赚了三四十万，叫母一个吼，无了较加财，拄啊工资啊重。春的啊，啊，都丁先生要是对大陆吼，过咱这新加坡里咧做事业啊，会讲是大企业家呢。这个代志，咱会当出面啦，出去了解好势啊。咱两岸会当和平啊，而且新加坡甲咱这台湾这友谊啊，会愈来愈好呢。这是国家代志呢，到时哦，你会作证的呢。嗯，我都无咧耶稣个，这大条代志，我也有大胆办。欸，你敢不是咱帮了凶调解委员的主任委员？啊，你都无发咧，我哪有发你啦？就是我这调解委员会主任委员办袂好势，唔知叫这重量级的出来处理。对无，我看我这调解委员吼，应该把我看看了，当来食家己啊啦。调解委员吼，应该换互你做才对啦。啊，这件代志若真正我跳出来办，若办有成功哦，我看总统府会甲调去做主政哦。烦死啊！局长，我知影啦。我想带阿强回去认祖归宗哦，是真困难啊。啊，不过阮丁家甲我这代，
剩阿强这个后事尔。假使讲我一世人哦，无完成这件代志，我死了后，我是安怎计划祖先啊？哎，你的心情我了解啦，你嘛是讲为着讲吼，要让恁这个店家卖绝后啦。但不过你也知影啦，娶不了这个人的做人哦，足歹扭捏的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哦，嘛是恁私人的代志啊，啊，我这外人，我嘛歹去插手。小邓啊，来啦，卖为难阮爸啦。啊，这人的家内事呢，阮爸若讲插这个代志吼，无意思啦。是啦，本来我嘛想讲哦，这件代志哦，让丁先生家己去处理就好啦。啊，既然都来找我，啊。自恁帮廖兄啊成立这调解委员会以来啊，主要这件代志哦上歹处理啊。系啊，啊这个案件算是国际性的真囡仔事件呢。啊，除了违法以外哦，这算第二件呢。啊，尤其是面对吼是共产党啊，上歹扭人啊。连长，啊，你安尼讲都唔对哦。这是囡仔的代志，甲正当的你有啥物关系？小邓啊，阮店长啊，即摆又搁咧练销的啊，迄都吼最近拢对我出入啦，啊，所以吼我的好处捡无着啦，啊，若歹处哦，无甲一大堆。哎，洪老师呢？啊，后干咱帮廖乡闹咧举办咧画画人比赛吼，才敢报名者。啊，有春的啊，那你嘛莫安尼，你代志都你烦啊，你搁甲恁囝咧练销的，啊，是讲恁囝练销的嘛拢你家己的啊。欸，是讲哦，我安尼互恁两个拜托教安尼，我煞家己煞歹势呢。啊，好啦，无我等一下时间哦，再来初步因都去行者。天山，啊，是讲为着这代志，恁初步一个因到迄条路，我有需要去行者。爸，无需要啦，咱甲咱倒家代志哦，顾好就好啊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恁两个来拜托教安尼，我敢袂歹势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归去吼，我来敲一个电话叫初步姐来咱遮讲就好啊啦。无啦，免那麻烦啦。啊，初步要过恁爸过，毋是同款意思。当然嘛，要同款。我拄则毋恁讲过啊，阮爸若为了恁代志过初步姐因遐，我当遮跪一礼拜呢。洪金顺嘞，啊，行，即摆随过来。爸，卖去啦，亲娘母。先生啊，你这衫讲袂歹哦，我看摕去放遐啦，啊。小邓是阿强的亲阿叔啦，伊这边的来台湾找阿强哦，就是要证明讲伊丁家家这代以后，还阁有人伫咧替因传宗接代啦。拄则伊伫巷仔头遐就讲啊啦，伊讲这代志哦，拢要委托予我处理啦，也毋过吼，伊有一个条件啦。董事长，这么大的代志，送你四个字，干我屁事！雄啊，啊，有阵就讲小邓委托伊啊，啊，你嘛听过伊要安怎讲？小邓伊是安尼啦，本来是讲要带阿强转去传宗接代啦，也毋过吼，伊即有一个改变，伊退一步，伊讲只要阿强吼，乃当甲伊转去大寮，甲因祖先啊拜一下，互伊对祖先啊有一个交代，表示讲吼，因还阁有后代伫即粒地球面顶伫咧替因传宗接代，安尼伊就要阿强转来啊。啊，伊若是甲阿强带去，啊，永远袂好转来咧，啊，你毋是同款？哎呦，袂啦，初梅啊，这点你放心啦。啊！我是调解委员会主任委员啊，我会当替你做公证啊。你法律有哪够有效呢？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对台湾有哦，找足多的妇女去做慰安妇，伊嘛发咧证件给伊啊。啊，到即马才讨有钱，嘛是讨无啊。啊，你即马是要甲阿强娶嫁阿强阿爷呢？咱要提啥甲阿强阿拄咧？一个，啊，你为什么常常拢讲这话啦？将亲情甲政治的代志，你拢乱做伙嘛？阿姐啦。阮老邓在生的时阵嘛，常常来讲啊，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，才害甲伊的时代人亲情拆分开啊。是啦，所以呢，丁先生哦，讲要将政治甲亲情拢揽做伙啦。洪金顺呢，我再问你哦，你要用啥保证？阿强去啊哦，祖先拜煞的时阵，你一定会回转来我身躯边。你讲啊。陈哥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是负责到底啦，我一定给阿强转来。对啊，啊！你都要讲做小邓哦，是一个大企业家，人家财产是安尼一来一去呢。伊若在讲话哦，绝对准算的啦。死家阿强若无转来，你就负责生一阿强好啊。我歹信的，咱一年纪的，你够有法度？无你同你讲啊，有啥物方法会使解决啊？讲啊讲啊！对啦，亲家啊，啊！你就利用这边的机会哦，叫阮故乡行行。自阮大兄结婚以后。
你也唔捌去过。啊，对啦，等恁这两家吼做亲戚，拢也唔捌得来往啊，会用利用这个机会哦，去大陆啊，当作跟咱的观光同款啦。小邓，你带你妈走哦。舅啊，请看行李。舅弟啊，往上往上，行，咱来旅行。伤憨啦，啊，你敢有帕斯莫多要啦？去大陆拢爱用台胞证啊。你是捌啊唔捌啦？未破假破，你晓得不晓得啊？猪八有。小飞啊，咱若是要出国哦，拢一定爱办迄个护照。啊，若要去大陆这个所在哦，上特别，还搁一张台胞证。啊，若办这个物件哦，期间差不多半个月才来。啊，这么久才通去大陆哦？这个。即马在咧小三通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即马就连伊哦去甲金门啊，啊，即金门头一阵哦去甲厦门，大了都够啊咧。水，你怎来办？嘿，水，你若用这种办法哦，恁就无得坐到飞行机啊，因为恁无证件，恁就无得去买到机票啊。所以你要对厦门啊坐火车啊，看酷到山东哦。坐火车安尼好紧？小邓啊，坐火车酷到山东啊，偌久啊？坐快车差不多七八天。快车可能较贵啊，啊慢车偌久啊？三个。你证件要倒办啊？孙仔啊，啊你倒向你因囝，不是开一间旅行社，咱会使叫伊办啊，用急件来处理啊。倒向你先倒呢，倒笨手嘛先倒呢。你甲有关系无啊？我这顿来现作铺咩？嗯，陈家啊，我有一个无你的要求啦。你怎么讲话较细腻的哦？你随时有性命危险。无啦，陈家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这边恁开口罩去大陆，所有的开销哦，一定要给我开啦。啊，你就对了啦。有呀，有出来啊。嗯。啊，这届咱专叫你出来调解这件代志，才能圆满的解决哦。这应该感谢你啦。啊，这无啥的啦，对吧？厝边头尾嘛。对了，有出来。啊，搁恁后生啊，迄天生也无。伊无讲，你若迁过来这边做公亲啦，伊要踮你个大门口埕遐跪一礼拜呢，安尼是变怎啦？袂啦，迄是有阵仔咧讲耍笑的啦。啊，准做阴天啥要跪哦，有阵仔嘛要跪。嗯，阿舅啊，我咧讲哦，我咧嫁囝哦是一板一眼，天生哦我绝对甲伊跋将的。这个死囡仔哦，我回来时若无看伊跪伫门口埕，而且佫啊跪一礼拜哦，也若无除了都一去多忙。既然这代志啊，拢已经解决，我咪回去新加坡处理一挂代志啦。阿志生，这是我的名片啦。那到时哦，陈家要来哦，麻烦你搞联络一下。哦，若是恁有闲哦，我顺便过来行行。好啦。康兄啊，你敢开车出来？有啊，我车到你的车库边，你袂记啊？哦，可能哦，小邓小邓哦，会要机场的款，啊，无你再甲倒过来。啊，无问题啦。好，干妹，出发啦。好，行。陈哥，请问我先来啊。你放心啦，阿强，你叔叔说再见。再见。哎，真乖，真乖。阿姐，孙哥。孙哥。陈怎样？你要走来啊？哎呀。怎么样，李三？啊，我听阿吴阿公讲，恁阿强找到啊，吼，我专门过来看的呢。哎呦，恭喜哟！啊是倒一个枵死我吼，我甲恁阿强偷步走啦。哎呦，实在有影吼。好个啦，啊，咱囡仔平安回来无代志就好啦。哦，臭皮阿丽莎，我有话讲真情哦，即届恁阿强吼的代志甲我拢无关系哦。你嘛咧怪笑咧，无人讲你啊，你紧张啥？无啦，啊，我即摆是咧证明我的清白啦。啊，拄只我甲强阿先去的时阵哦，我甲妈妈讲，你甲妈咪讲是先甲你抱走。要甲我讲姨婆，姨婆，啊，他是倒一个姨婆。阿强，你甲我讲，是倒一个姨婆甲你抱走的哈？姨婆。阿强，话袂当乱讲哦，啊，若无会出人命。你佫甲我讲，是倒一个姨婆甲你抱走的哈？阿姨婆。滚！你们滚！我哩啥？就小邓哦，摕20,000块的迄个礼金给我啦，啊，叫我安尼去做的啦。啊，我到尾后想想的哦，安尼去做袂用的。你看，以后我姊妹哦，我拢无卡钱的，啊，搁一只两万块一只啦。敢干的，娘娘？
后生都还袂摕来啊！你小个夭寿呢？这落钱你敢收？这落钱你开的咯？无知我对你倒聪明遐尼好啦，搁揣开开开开开！安怎？你即摆掠准讲这张我要吞的，我要向小邓啊！那笔金额真好。我知。阿母，拄则我才接来打电话来啊，讲这张机票已经支付了。你摕去啊！你机票袂领的，哈哈哈！摕去啊，你摕啊！老爸，你不当我领啊！报告啊！你卡笑，还有谁算小的？你真死啊你！